刘培元的英文教室实用绘画篇第78集。啊，他很痛苦，因为左腿突然痉挛了，要怎么讲？我爷爷的头发变稀疏了，趁头走不注意呢，跑者倒到二垒。我很喜欢马嘶的声音，就马叫多于牛叫声啊。那鸡叫声怎么讲？乌鸦叫怎么讲？他买一张到台北的单程票啊，像这些都常用，怎么讲？痉挛啊，头发变稀疏了啊，盗雷啊，马嘶牛叫啊，单程车票 one way ticket 啊，这些。好，他很痛苦呢，因为左腿突然痉挛了，我们可以说 he was in pain 啊，很痛。caused by 啊，被什么造成的呢 ？by sudden spasm 这是不好念。这个念大卷舌 spasm 啊，你看他没有什么 e 啊，没有什么 a 啊，可他就念 spasm 啊，不然的话 sm 念不出来嘛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字想太多 ，sm 又是那种啊，就是信那个就是那种就是那种虐待啊，性虐待是 sm 啊 ，spasm 痉挛 in his left leg。或者用 on 也可以啊，一般是用 on 啊。我们这边改成 on 好了。He was in pain caused by sudden spasm on his left leg 啊，痉挛了 spasm 啊，痉挛一阵子痉挛啊，或者我们叫以前叫什么抽筋啊，抽筋痉挛了。我爷爷的头发变稀疏了 ，My grandpa's hair is getting sparse。所以我们可以学一个单词 sparse， 就是越来越就是少。很稀薄的 sparse 啊，这边少，这边这个草原的草不多啊，这树木的叶子不多啊，这个头发很少 sparse 稀少的。那趁头走不注意呢，跑者倒到二垒 ，at pitcher's neglect 啊，所以我们一般 neglect 可以当动词，可以当名词，就是不注意 neglect， 又可以学一个单字 ，the runner 就跑者 on first base 一垒呢 ，stole 倒垒就用偷，偷就是倒，倒就偷。所以棒球里面盗垒就是偷垒，就真的 steal 用 steal 啊当动词啊，过去式跟过去分是 stole 跟 stolen 啊，它三个形式不一样 steal stole stolen。 At pitcher's neglect the runner at first base stole second base 啊，偷到了二垒。那我们这边了解一下棒球，女孩子可能对棒球比较没兴趣，投射 pitcher 他不要念 pitcher， 他 pitcher 啊，带耳的音，他也是糊糊罐罐，所以那个 pitcher 又是投手又是瓶瓶罐罐。那如果没有 er 的 pitch 叫投球，动词投球，也可以是沥青柏油 pitch， 也可以是我们唱卡拉 OK 音的音调高低 pitch， high pitch 高音， low pitch 你看光是 pitch 意思好多啊， pitcher 有好几个意思啊，捕手 catcher 就很简单，就是接球手接球员就捕手。所以所有棒球呢选手里面呢，身上装备最贵的是这个捕手啊，其他打击没什么差嘛，那其他手背也没什么，就是捕手护具大堆，头盔护胸护鹰。为什么护鹰呢？他蹲着嘛，万一重要部位打到，一辈子不能生育了，完蛋了。所以他全身的装备，还有那个护腿啊，所以那个还有他那个手套特别大，特别厚，因为那个投手的球速太快啊。catcher 打击者就 hitter 或者用 better， 不是那个比较好的那个 better， 是 batter， 所以 hitter 或 better 都可以。内野手我们就一般讲 infielder。但是他分了一垒手 first baseman， 二垒手 second baseman， 三垒手 third baseman。 那有时候日文就受不了了，二垒手他念 secondo， 就 second baseman 他念 secondo， 三垒手呢我们说 third 或者 third baseman 他念 shadow， 尤其是我们的 shortstop 他念 shadow啊，就要讲脱线秀抖，所以我们听到你也没办法。二垒手 sakendo， 三垒手 sado， 游击手 shodo， 脱线。
啊，没办法。那个外野手 outfield 好，或者 outfielder 加个 er 啊，这边应该是加个 er。左外野手呢是 left fielder， 左边的啊。右外野手是 right fielder， 中间手现在叫中外野手，以前叫中间手 second fielder。内野就 diamond， 像个菱形的钻石啊。我们念一下啊 ：pitcher、catcher、hitter 或者 batter、infielder、first baseman、second baseman、third baseman、shortstop、outfielder、left fielder、right fielder、center fielder、diamond。那我很喜欢马嘶声多于牛叫声，马叫声叫马嘶。牛叫声 I prefer the sound of neigh to moo， 马叫声就是 neigh， 不会是吧 moo， 牛叫声牛嘛 moo， 那马是咩那个声音啊 neigh， 有 neigh， 马是叫 neigh， 那牛哞呢，牛叫声、啊、我们叫牛哞、啊、但你也可以用别的名词啦，因为这个也是硬是取出来，但真的有人在讲叫 moo，我叫木，他念木不念木，所以有时候我们学那个自然发音吧，有边念边木，不是他念木，他这 O 啊 O 怎么会念木呢，他念木，然后 low 你说很低啊，没错他就是 low， 牛叫声叫木或者叫 low， 猫叫声叫 meow， 他不是 meow， 他是 meow， 澳洲的 meow，它因为、哦、猫是喵喵叫吗，所以英文喵它又不是喵它是喵、啊、重音在 O 这边。狗吠呢、啊、狗叫狗吠叫 bark， 它也是树皮啦，名词它是树皮啦、啊、它也是古代一种帆船啦，所以意思好多。羊咩咩呢 bar， 你看 bar 跟羊叫声差很多啊，是不是，你说 moo 还有点像牛叫，可是羊它们也叫爸爸，没有啊，它羊是咩咩啊，所以我们中文叫比较叫羊咩咩啊，英文是 bar， 很奇怪怎么取的。猪国啊，就猪的叫声国国国国国 oink， 猪叫声是 oink， 那驴叫声 hee haw hee haw 啊，这个字很多电影里面啊，尤其西部片啊，驴叫声 hee haw， 有时候他们要骑马要准备走的时候就发出驴叫声啊 hee haw， 就是要出发了。猫头鹰啸啊，猫头鹰的叫叫声 hoot hoot， 那鸭子呢呱呱呱 quack， 它叫 quack 啊 ，quack 也是欺骗的意思啊 ，quaker 江湖郎中啊，骗人的人。蜜蜂 on buzz， 它用 buzz， 小鸟叽叽叫叫 tweet， 我们叫推特 ，tweet 就是小鸟叫，所以推特啊 ，YouTube Facebook 啊，脸书脸的书 ，YouTube 你的频道 tweet。小鸟叽叽叫，所以他当初取的名字都很简单了。所以英文有时候你看那个英文歌曲都词的字都很简单，英文他外国人他也不搞你，用很简单。那 Facebook 脸书谁不知道 ？YouTube 你的频道啊，当然 Tube 啊 ，Tube 本来是就是影片了、啊，当然它本来是一个管子一个管子，而、啊、在英国又叫地下铁啊，意思好多讲不完。好、啊，所以我们来学习一下各种动物的叫声，马斯叫 neigh。牛叫声叫 moo 或叫 low， 猫喵喵叫 meow， 狗吠叫 bark 也是树皮，羊咩咩反而叫 bar， 猪叫声 oink， 驴的声音是 hee haw， 啊，猫头鹰的声音是 hoot， 鸭的声音是 quack， 蜜蜂嗡嗡声是 buzz， 啊，所以我一般叫蜂鸣器，学习蜜蜂声蜂鸣器啊 buzz。或者 buzzing， 小鸟叽叽叫 tweet 啊，他买一张到台北的单程票 ，she bought a one way ticket to Taipei，one way ticket， 所以那时候有名那个 choo choo train 的哒哒哒哒哒 one way ticket 啊 ，she bought a one way ticket to Taipei 啊，这是我六个 YouTube 频道，希望大家帮忙啊，按个订阅，这对 YouTuber 来讲最重要是订阅跟那个看观看时间，所以呢，他那个。观看次数不重要啊，不重要，按赞那个也不是很重要，最重要就是订阅数啊，跟那个
观看时数，那这个订阅数是比较是真的，所以 YouTube 它比较重视这两个，因为那个时间观看时间那个比较跑不掉，还有订阅数比较跑不掉。那为什么观看次数比较不重要呢？观看次数，因为有人你看，有人看三秒钟、看十秒钟、看一分钟，他切掉转换。那 YouTube 希望你，比如说一个视频二十分钟，他希望你看完。那你看，同样是观赏一次，有人看五秒钟切掉，有人看二十分钟、半个钟头，甚至有长的一个钟头，那时间不一样。而且呢，观看次数可以造假，像外面很多在卖，所以有些网红当然他的次数动不动上百万次那是真的，那有些不见得是真的，外面有在卖啊，你随便上网 Google 买那个次数的一堆啊，可是他那个订阅数他就不好卖，还有那个时间啊，所以我们顺便提一下 YouTube 一些基本观念。可 YouTube 最难就是说这个订阅数很难，为什么他不推荐？所以他也很矛盾。YouTube 他要推荐网红啊，他这个订数啦什么都很好。那但是他已经有那么多，他还需要你推荐吗？可是你说像我们这种觉得自己的频道不错，可是一开始没什么人，他就不推荐，所以他这个是啊，那个句成语叫什么？他锦上添花，他不雪中送炭。好就更好，没有管你去死，所以 YouTube 有这个毛病。那 YouTube 他也不会说我找一些人，因为他的软体机器，我们叫机器人，他也不会辨别啊，他只能辨别你的订户什么东西，他不会辨别你好坏啊。但是 YouTube 他也不会说那么大的公司那么有钱，他也不会说我找英文、找德文、找中文啊，找个一百个人我搜寻好站推荐，他不搞这一套，他是赚钱啊。但是我们就说有时候社会责任，那有些好站推荐了，哎，这个跟我说没兴趣，我不花这个钱啊。但顺便提一下，我们把这个几个句子念一下。He was in pain caused by a sudden spasm on his left leg. He was in pain caused by a sudden spasm on his left leg. My grandpa's hair is getting sparse. 变稀疏 sparse. My grandpa's hair is getting sparse.At the pitcher's neglect, the runner first base, store second base, 偷走了二垒包、啊、不是他盗垒。At the pitcher's neglect, the runner of first base, 在一垒上的跑者把二垒偷走了、啊、倒向二垒。I prefer the sound nay to moo,、啊、我们喜欢是 prefer to, 很多人就喜欢用 prefer than,、啊、那是错的。也不是说错，就是人家没有这样子用啊。你讲 prefer than 你讲得通啊，可就没有人这样用啊。I prefer the sound of nay to moo. She bought a one-way ticket to Taipei. She bought a one-way ticket to Taipei. 这一集讲到这里。